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达莫，来看一下新加坡金皇内陆视频。不得不说，岩钉的现实精品是真的好看，发型的话也是重新设计了一遍，挺喜欢裙摆的设计的，还有皇冠以及脸型的设计都十分的用心。周边的话还有环绕的三只灵鸟特效，看上去的话挺不错的，也不知道实战效果如何呢？如果和幽灵公主相比，小伙伴们更喜欢哪一款呢？然后是邮差王子的建模，感觉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摆脱了布偶娃娃的设计，呈现出一种机械风格，但是时装特效方面不是特别明显，就要见有蓝色粉末掉落。鉴定金雕刻家的时装保留了胸前骨架的设计，周边的花瓣点缀跟纹路都十分的还原，并且四周还有环绕的鬼魂设计，可以说是相当还原相似图的效果了。此外还有雕像的设计，是一个裙摆模特的衣吊，腰间还有鲜花，蛮符合裁缝这一职业的。最后的话就是红蝶的时装美人像的话，看上去十分的唯美，感觉红蝶穿什么衣服都蛮搭的。波诺像的话脸部还是蛮吓人的，周边还带有常驻的下雨特效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一款呢？好的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